开始，打片机输送对接，一号输送接一号耳线焊接机，二号输送接二号耳线焊接机，接安装时注意螺丝安装孔位侧边一点。二号，再去看一号的安装。安装完成后，先不要锁紧螺丝，跑起料来，看到入料顺畅度进行左右调整，最后再锁螺丝。